路跑界的年度体育盛事2020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活动从即日起开放网路报名，而今年度邀请到了网路红人咪咪担任马拉松的代言人，赛事也分别在全马、半马、小马组别当中取出前三名进行颁奖，总奖金高达到21万元，另外还有多家的旅宿业者寄出优惠的好康，欢迎所有喜欢跑步运动的朋友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3、2、1，请动！迈入第六届的2020太平洋纵谷马拉松在10号下午正式启动。市长魏家先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一起参与这项盛事，期盼以花莲的山水美景结合运动赛事，将马拉松的层次往上提升。那早鸟优惠就是在前3000名报名的都会送一个背包，那也是专门为跑者量身打造的。我们希望这场赛事能够成为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赛事。那我们这次花莲市公所还有花莲市体育会努力的把这样子的活动氛围把它打造起来，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到后疫情时代，来到花莲继续来花莲旅游。那我们衷心的期盼所有的跑者来到花莲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也变成每一个跑者每年必来的一场赛事。今年的马拉松代言是特别找了网络运动红人咪咪来共同合作，将会在12月5号马拉松赛事的当天带领跑者一同鸣枪起跑。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代言这种全国性比较大型的活动，那真的很开心是回到我的故乡花莲来代言这一个这么盛大的活动。当天我会带领大家一起起跑，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这个活动。这场赛事也获得许多观光业及名产业的支持，提供不少给选手的好康资源，消费只要凭号码布就享有折扣及优惠。而这次的参赛组别包括有全马42公里、半马21公里、小马10公里、迷你马5公里以及视障组。其中除了迷你马及视障组之外，各组别的男女前三名都能获得奖励，总奖金高达21万元。报名时间从7月10号开始开放网络报名，期限到8月31号晚上12点，额满为止。欢迎所有喜欢跑步运动的朋友可以连上官网踊跃报名参加。记者许丽琴，花莲市报道。